我在队伍里面，我夏姆特防我打了四连，我宇超这个第一名、第二名、第三名、第四名我都得过，我是能够打宇超的运动员，兄弟，你问一下中国能打宇超的运动员有几个吗？两个手吧，也就这么多啊，男单的，我也算是大满贯的，宇超一二三四全部拿过，我还在宇超当过教练，可能在整个抖音来说还是比较算比较末尾的水平啊，但是我在我认识的这个教练圈里面，我这种履历算是优秀的啊，真的。